驾驶驾驶，喀什周边各乡镇巴扎天时间表，小课给大家总结好了。星期一，喀什市英国散乡舒洛县罕南利克镇，英国散乡十块的农民拉面推荐，哦吼，味道逮得很。罕南利克镇人也多，吃的也多。星期二，舒洛县雅普泉镇舒福县乌帕尔镇，雅普泉这家肚包肉独具风味，老板是真不客气，满满的料让你干到饱。来乌帕尔得买杯撒浪刀客尝一尝吧，二十的肉抓饭，羊肉是真的香。星期三，喀什市阿瓦提乡舒福县布拉克素乡，阿瓦提的烤肉一定要安排上，假腰子、羊肝几块就能让你吃到爽。布拉克素响当当的牛头肉味道不错，每个巴扎天都有很多人因为它慕名而来。星期四，舒勒县巴克奇乡阿克陶县巴人乡，到了巴克奇，古老的红柳烤肉你不得不吃，这才是烤肉界的扛把子。巴人乡的馕包肉也值得打卡。星期五，舒福县木石乡50块你随便吃，吃不完的呀打包带回家别浪费了。星期六，喀什市百什克莱姆乡大份羊肉汤实惠又鲜香啊，哈哈。星期日，荒地乡牛羊巴扎羊肉50一公斤，吃的种类也不少啊。还有遗漏的欢迎大家指正和补充，关注我，小课带你逛不一样的新疆。抖音